好，5000元的振兴券呢，是在今天早上的9点开始的，是开放了数位绑定。那经济部在昨天就发布了教学影片，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就化身了数位宝贝，叫做唐凤寿，来讲解数位绑定的三个步骤。那共同绑定的时间呢，是直到10月1号。振兴五倍券，看我召唤数位宝贝，出来吧！唐凤寿，快搜寻网站，快上5000元9币.tw。哼哼，除了数位绑定五倍券，还有加码券任你选。怎么样，想绑定吗？我教你啊。9月22日开始数位。而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是化身了数位宝贝唐凤寿，要向民众讲解五倍券的数位绑定步骤。那唐凤指出呢，今年数位绑定的优惠很多，所以信用卡、电子票证、支付等数位的支付业者寄出了诱人的早鸟方案来吸引客源。那还有呢，共同绑定新的功能。不过如果要完成共同绑定，得要备好读卡机，每个人的健保卡或者是健保 App。才可以呢完成任务，否则就要到超商的事务机来绑定。绑定完成，列印小白单之后呢，只要扫描 QR code， 再勾选加码券。那另外呢，这个前400万名的绑定是保证拿到好时券，动作要快。那唐凤表示呢，这个整体的绑定规则是比去年三倍券更多元，却也更加的复杂。那最大的改变是绑定之后是不能取消，也不能改绑，那也不能换领这个纸本券，那等于是没有反悔的空间。那如果想要领纸本券呢，是可以等到9月25号开始的平台预约，那以及10月4号开始的邮局预约。